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玩的是新英雄马蒂尔塔，这名字有点绕口，我不太喜欢。不过我很喜欢他的称号“落日青羽”，所以以后我就叫他青羽。这是目前游戏中唯一一个辅助兼刺客的英雄，这是官方给他的定位。在我还没有看他技能之前，我就猜到他应该是个很灵活的英雄，因为一般刺客都是很灵活的，这是他们的自保方式。辅助兼刺客，这很明显就是个玩法很激进、进攻性很强的角色，就跟上期视频提到的法马赛斯一样，都是以游走支援为主，可以主动的去带动队伍的节奏。这把游戏是在匹配中打的，时长12分钟。这英雄我打了几把，各方面的能力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么这期视频还是老样子，我会分享我的试玩心得，还有一些我个人推荐的玩法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，看看这些技能的特性能让他有怎样的表现。第一，被动技能，青羽在移动的同时可以给被动充能，充能满了之后可以强化下一次的普攻，提高魔法伤害，还有自身的移动速度，所以不难看出这个被动就是为了游走而生的，说明设计师也在鼓励我们多利用它去支援队友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加跑速的装备也许会特别适合它。我不知道他跑速变高，充能速度是否也会变快，这个我还没有去测试过。如果说跑速会对充能速度起作用的话，那么他的刺杀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。接着是 E 技能，是青羽主要的伤害技能，但是这个技能不能立即打出伤害，使用了之后他会进入一小段的延迟，几秒钟后技能才能释放出来。当然这期间我们也可以手动去打断这个延迟，但这样做最终就会造成伤害会变得特别低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想要最大化的伤害我们就只能等。这个附带延迟的机制有时候会让人很难受，尤其是像我这样内心比较急躁的玩家，或是一些有强迫症的人，每次使用这个技能难免都会有点不舒服的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。接下来二技能，这单纯是个位移，没有任何的伤害效果，而且我发现这个位移的距离也还算远，至少跟其他英雄的位移技能比起来，青羽的算很远了。还有就是如果位移的同时我们刚好在青羽的身边，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技能，这个技能可以让我们也跟着位移过去，也就是说青羽位移到目的地之后我们可以再跟上。青羽这个技能若是跟队友配合的好的话，那么在游走的时候抓人就是抓一个死一个。这个技能有个缺陷，就是青羽位移之后我们跟他距离太远的话，我们就无法跟着位移，所以说两个人一定要靠近彼此，不能相隔太远。最后就是三技能，是一个很华丽的大招，开启之后青羽会在一个目标周围飞行一圈，飞行的期间他可以免疫所有的控制和伤害，飞行结束后会突进到目标脸上并造成晕眩。当然飞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手动去打断，这个大招可以很好的用来规避伤害，尤其是当你被人集火的时候，那么大招就能用来保命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使用大招之后我们最终的落脚点是在敌人的身边，若是我们开着大招的同时对方刚好进塔，那我们就很危险，因为青羽在飞行的时候是以目标为中心在移动的，目标移动的话我们也会跟着被拉过去。我打了几把之后，这是我遇过最多的一个情况，
就是开了大招，不但没有杀到人，反而是自己送了命。从以上这些技能的机制，其实不难看出，青羽这英雄的难度主要就体现在技能的使用时机，尤其是E技能和大招。由于E技能的延迟，青羽就是那种打一套就要马上跑的英雄，就是说他在混战中会比较弱，需要等待被动的充能和E技能的延迟时间，两者都准备好了才能进入战场。那打完了之后又要马上出来。至于大招嘛，我觉得打团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用，因为你开大的时候目标肯定会往他队友那边跑，那你就危险了。但用来打防守的话，这大招的作用还算是蛮大的，至少比复活甲还管用。青羽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，就是他比较怕被人主动进攻，虽然被突进我们还是能跑的，但是要反打的话就真的很困难。别人突进你肯定是一瞬间的事，而你释放E技能就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说除了逃跑你真的很难有机会去还手。但是有大招的话就不同了，大招的飞行时间刚好足够E技能进行充能，就是说要反打的话我们可以先开E技能然后直接开大招，那么大招结束落地的时候就能瞬间打出两个技能的伤害。由此可见，没有大招的话单凭E技能我们是很难有所作为的。这里我制定了一套出装，还有我使用的徽记。青羽的话我还是认为出一些坦克装会比较保险，毕竟我们的输出方式有一定的限制，还有使用大招的话也需要近距离跟敌人接触。你别看它好像很灵活，其实就跟一般的辅助一样，都是不经打的。那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是洛言，游戏愉快，拜。